家好，我叫李佳轩。今天我们认识了一位人，叫爱迪生。爱迪生是帮妈妈养母鸡，但是有一天他怎么也没把母鸡带出来他的鸡窝。他抬起母鸡一看，哇，下了几十多蛋。他跟妈妈说着事，妈妈说他会在鸡窝里养活他的小鸡，所以阿迪生想要帮助母鸡。他去操场上拿几根草做成一个鸡窝，他放几个鸡蛋在里面，但是他是不知道的，如果他不把鸡蛋把那个鸡蛋弄暖和，每个天他就不会下蛋的。